老妈，你是不是不给老爸喝酒？你说呢？但是他昨晚喝酒了，而且他还喝醉了。不可能，他不敢。那你就错了，老妈。老爸昨晚肯定喝酒了，而且还喝醉了，不然他不可能把冰箱当成鞋柜。不是你疯了，我两个星期没有玩游戏了，我要玩面对现实吧，你是玩不了的。我去老弟，你真是绝了，这样也能玩。老爸，你昨晚喝了多少呀？冰箱当鞋柜。我现在酒量有那么差吗？老爸，跟你说个正事，老妈中午要罚你不能吃饭啊。你让他罚我试试，我一拳就把你妈打回了。吃饭啊，老弟。吃个屁呀、啊、吃！一点小事也没有。我再待不下去了，待着走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们有话说是吧？一个一个说。老弟，你先说。不给老爸吃，我也不吃嘞，饿死算了。等等，你说话，老爸。给我吃晚饭，谁动我一下试试？老妈，轮到你说话了。我觉得应该轮到他说话了。还有心情玩左下角领福利的游戏啊？其实老爸看你没吃饭，我挺心疼的，这次我打算帮你。老爸，你是该在老妈面前证明一下你自己了。我已经整理了很久了。我也是。老妈，好久没有看你展示家庭地位了。啊！盘点小杨哥一家的搞笑日常。我们玩个家庭游戏。凭什么？咱们就玩这个，等到多少拿多少，好吧？下一位。开始。等一下，玩个游戏要公平公正，再说都是宝贝儿。时间到，下一位。玩完了，钱我们可以拿回去了吧？我还没玩呢。老弟，我刚刚陪老爸喝了两杯，老爸给了我一个红包。咦，真没出息，一个小红包你就给。要不你们一起吓吓老妈？想都别想，赶紧滚！你们去吓一下，今天一天我就不打扰你们玩游戏了。
明天一早咱们就回老家过年了，所以呢，老妈让你们把这些锁啊都打开，电脑拿出来玩一玩，后面回老家就玩不了了。这是老妈给你们的钥匙。等一下，十点了，老妈叫你们快点睡觉。我刚打开，我还没玩。老妈叫的。你妈呢？刚睡。老弟，你去叫下老爸小明，我把电脑给你带回老家。伤害老爸心里的事我不会做。外加德物上给你买的表，上面大牌款式多，还保证过年活动多又划算。别、大着点，大着点，够了。你们这样贴多麻烦呀、我有个轻松点的办法。报新年，爆竹声响起，好运如一年，走过一片世界海，只为遇见对的爱。今天回来了，看你挺高兴啊。终于回到我的小家了，我感觉这里空气都是甜的，闻闻。